有时候我会想，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？萌萌妹，我是不介意喂他吃啦，反正你有开心就好了。庆祝我们的一周年！不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自在开心就好啊，干嘛一定要结婚？是不一定要，可是我想要啊，而且我希望那个人是你。行不行？你确定想听真话？有时候我会想，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？萌萌妹，我是不介意喂他吃啦，反正你有开心就好了。交往之前，你会有很多想象，体贴的、浪漫的、崇拜的。啊，刚忘记帮你跟蛋糕拍照。没有关系啦，我拍蛋糕就好了。调个角度啊，这样看起来跟新的一样。好，微笑。我现在的拍照技术可不是在开玩笑的。哦。这可是归功于我女朋友平常的训练。其实男友的养成很累人。是下巴要再抬起来一点，但是这样才有那个躺着的感觉。让他变成心目中理想的样子，谁不是这样贪心的想？嘉慧，真的？嗯。不要看他现在美好的样子，时常阴晴不定，火一上来，怎么低声下气都没有。我希望遇到一个既能随时点燃的另外一半。有的时候我也想作为自己啊，一点点任性，一点点不解风情。在爱情中，什么叫做做自己？你有开心，我好像就开心了，对吧？希望男友技能点满，或许是不现实的，但我追求的爱情就是这样啊。有这么可爱的女友还会不开心？对，因为他们总是很可爱。恋爱中的状态是一种等待。出乎意料的行动，大概是我太纠结于谁对谁错的问题上。我可以随意编造我想要传达的意思，但又很想要对方可以理解我。我吐出的声音却无法说话，难道那个爱还是一样？谢谢。谢谢。这个拍的差一点。那你是都会拍。走一步，转身，转。不行啦，你看这是只有你啊，而且又是黄的。来一个三，看吧。我只会问，如果当时在一起，还是当时的我，还能像一开始那样奋不顾身吗？庆祝我们的一周年。今天是我们交往4周年。哦，对哦。你知道有倒数今天是这种 app 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有在用？好啦，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忘记的。我没有在用，只是我会记。我会想再过3天就是我们的4年。那为什么不说这会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457天？为什么是1457？365×4减3。好了，算了，那不是重点了。重点是我们不是想到过了昨天一觉起来之后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又多了一天。
很会讲。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不是这样想。你不觉得倒数的感觉很浪漫吗？啊，算了啦，你不重视。哎，这不代表不重视好吗？你知道吗？在一段感情里面啊，通常爱的比较多的那个人，都是先低头。你说吵架？嗯。哪来听来的歪理啊？再说常常拉不下脸的人是谁？拜托小姐，每一次先低头都是我好吗？每一次。明明就是我低头的次数比较多。你看吧，人的记忆就是不可靠，除非你像我用记的，记纪念日一样。少来，最好连这个你都有记。我跟你讲，人只会记自己想记的，然后再加油添醋。对啦，很会扯，就只会讲道理，不会讲甜言蜜语。那真是猫在吃饭。现在是在不爽哪一点吗？你还不知道，有时候真的讨厌你这样，在一起久了就老神在在、无动于衷的样子，这种脸都不会表示一下。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很值得纪念啊，而且就是因为老夫老妻了，说句远过生活不是很好吗？好啊，实际的话，那我就去找一个比你帅又比你有钱还会爱我的人在一起好。跟你说啦，上万的东西，只要我对他没有感觉，那就是没价值。我觉得他有价值，那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你对我的爱，你对我的好啊。所以你现在心里是在想说，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如果我送你很贵的东西，你一样照单全收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对不起啦，虽然一杯红茶可能算不了什么，但是呢，如果两种加在一起，你的有我的，我的有你的，这样子就有共同的回忆。还差一位。靠不到，好像有了，没有倒，它这么稳，1457，你知道吗？不管过了多少 N 个日子以后，只要再喝到这杯宇治柠檬冰茶，我就会想起今天眼前可爱的你。干话一堆，我好想念以前的我们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什么时候我们该面对一段感情已经走到终点，是时候该断舍离了。 baby， 黄又杰去哪里了啦？喂，你在哪？怎么一大早就没看到人？我来拍球鞋啊，前几天有跟你说啊。对哦，那你可以叫我啊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啊。要排超久哎，而且又热又无聊。可是我已经20分钟没有看到你了，我不习惯。哦，那你等一下就回去。你立刻马上。Baby， 我回来了。怎么那么久？我是不是要去买你最爱吃的早餐啦？来，赶快吃。可是我不喜欢那么久没看到你。好啦好啦，以后假日我尽量再陪你。不是尽量，是一定。
喂，啊，星期六，好啊，好久没看球嘞，啊，拜拜。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吗？诶，有哦，你看这个。科幻片我没兴趣。哎，那这个呢？黑色爱情喜剧，你喜欢的。今天没有心情。你怎么啦？你还敢问我怎么了？说好假日要陪我，结果嘞，现在一通电话来，你就又要出去。好，你去，反正我也有约。喂，学弟，之前不是说要一起看夜景吗？我下个礼拜六有空，哎，要约吗？到时候见，拜。黄先生，下个礼拜六我会很晚回家，你球赛就可以慢慢看，看到爽。你这时候跟学弟约是要让我吃醋吗？是又怎样？你故意跟学弟约，那你没办法解决问题呀。你竟然说这是问题？可是这个……放开啦，反正你又不爱我。我不是故意不陪你啊，麻烦帮我不要去嘛。我只是想多点时间跟你相处，我错了吗？我只是想要陪在你身边，我错了吗？我这样都是为我们的关系着想，哎，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爱我？我当然爱你啊。你说爱我，那有什么事情是两个人不能一起做的？我这样想有错吗？黄又杰，你在吗？记得今天没有事啊。呼叫黄又杰，黄先生，听到讯息请回电。Over。你没出门啊？没有啊，一直在家等你啊。你去哪里了？找不到你，我很担心哎。那你就出去晃晃啊。可是你晃了十个小时哎。那我下次会记得说。你上一次也这样讲哎，可是你这次还是忘记啊。会会会，来，今天买的。限量的巧克力耶，这很贵耶。你最近为什么常常买礼物给我？而且都是在你消失大半天之后。哦，有吗？没有啦，你可能多想了。还是说你最近工作不开心？没有啊。是吗？没有啊，你就有什么不开心，你可以跟我说嘛，我可以听你讲啊。哎，公公，我们拍你最喜欢的，我买单。那谢谢黄大哥哦，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嗯，这个你不是很喜欢看女生穿这种吗？你看红色的还露背耶。嗯，来啊，我们聊聊好不好？怎么了？电影要开始了。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要结婚吗？然后现在半年过去了，所以嘞，你看完电影再聊啦。我不要，每次讲到这个你就这样，所以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你没有想那么多啊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自在开心就好，干嘛一定要结婚？是不一定要，可是我想要啊，而且我希望那个人是你。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想法啊。那你要想多久？等我有想法再跟你讲。好，黄又杰，你如果要一直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到此为止吧。哎，不是啊，我们维持现在这样的状态不好吗？两个人如果对未来没有共识，即使再相爱，也要懂得设立停损点，理清双方对感情的需求，才不会有错误的期待。